走，妮妮就带你出去玩。舅舅说带他出去玩，实际带他来医院了。我们的妮妮今天特别不开心呢。这是治疗时发呆的妮妮，这是失去非洲想出去玩的妮妮，这是被舅舅拖进病房的妮妮。走，妮妮，舅舅给你买了一个好东西。噔噔噔噔，你咋又给他买新衣服了？家里好多新衣服的。这是我在支付宝搜索骑士卡领的卡，用它在天猫购物有一折优惠，买下来才60多。女孩子嘛，就应该漂漂亮亮的。妮妮喜欢吗？天气凉了。姐，要不然我去请你吃个火锅。买点菜在家吃个火锅就可以了，还非得来海底捞，这多贵呀。没事，这不难得出来吃顿好的，用骑士卡海底捞送完餐还有半价优惠，看我们妮妮吃的多开心。而且我还研究了一下，这个新人首单可以领取坚果礼盒、整箱纸巾，可以零元入手，现在点我评论区能够马上领取。那你这么一说是挺优惠的，回头我也研究一下咋用。妮妮和舅舅的温馨瞬间来了。两人的自拍在朋友圈，妮妮好漂亮。我不是故意偷听的。